那这首歌就常我唱完会觉得现在我到底在就是哪个时期，为什么这么用力。那接下来还有一首就是一首我很喜欢的翻唱的歌曲，是 Leonard Cohen， 就是一个加拿大那边的诗人，然后他唱歌声音就低低的，但他写的歌都非常的我很喜欢他的词，然后曲也非常有味道。那这首歌呢，今年6月9号，我刚从政大毕业的时候有办那个演唱会，然后演唱会上面也有唱这首歌。当时在就是有请到政大的老师帮我替观众们解读这首歌。这首歌叫《哈利路亚》，大家可能有听过 Jeff Buckley 的版本，就是 Jeff Buckley 吗？我忘记了。然后他是在讲说，哈利路亚是用一个宗教的隐喻。就是说我们也许都想要追求救赎这件事情，但是凡人到底有没有办法追求到一个就是直达天堂的那种救赎？我不是教徒，但是因为念那个英文系，所以是对这方面有读过比较多一点点。但是老师的解读让我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说，即便这首歌里面都在讲一些好像很破裂的爱情，或者是很痛苦的一种心情，好像没有救赎这件事情，但其实凡人的幸福也许就是来自于这种不完美的状态。讲那么多越来越像学究了。哈利路亚。
谢谢。